预备。接棒的是六年一班的王凯，请加油。紧追在后面的是五年一班的蔡新义，加油加油。再来是六甲的温宁，加油。再来是文如，文如加油。我查，加油加油。赶快，他第一班的就归，他第一班的就归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五甲六甲加油！精卫加油！麻烦来宾离开跑道，好，现在倒换接力正在进行。再报告一次，麻烦。各位家长，请不要再穿越跑道了。哦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加油加油，快追过去哦，把皮板追过去，快点，好，加油！不要，我也被追了。哦，快！加油加油！哦，我们早点。李敏杰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哦，追过去了哦！加油加油！哦，六甲追过去了，加油！哦哦哦！五甲加油！五甲加油！哦，我还没看 A 开过，这快来救回来！六年一班要放点水吧，六年一班。那么多，喝一点水。哦，加油加油，不交鬼啊，不交鬼啊。哦。对呀。加油。来，吴怡，加油，吴怡。后面的跑很快。吴怡是六甲的哦，加油加油。我这个小女孩跑很快啊。加油，侯品炫加油，差一点点。陈明峰加油。跑第一跑道哦。哎，差半圈的呢。而且老师这样慢一点没关系的。不行啊，他们刚才拔河输两场，心里不甘愿。哦，所以说这次他们要加油加油，心里才会平衡。哈哈，他抢着第一。哦，六甲加油哦！哦，六甲不错哦，赢过无疑哦，这是什么结果？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刘佳宇加油，差一点点。又跑得很快，加油加油！谢谢，宝宝一点没关系。哦，这姐比姐还劲。加油加油，六甲哇！这是第一班的哈，第六。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吴怡加油！加油！六年一班现在已经十七棒哈，待会也会是最后一棒，第十八棒。加油加油，六甲加油！十七棒吗？加油！国旭，快点！现在六年一班已经最后一棒了。
因为刚才拔河连输两场，因为新北长不甘愿，所以现在跑回来。教练加油！安浩加油，快点追！安浩你好快哦，快点，安浩。又一个人已经到终点了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接下来是最后一棒了，加油！接下来是六年甲班，玉庆加油，玉庆加油，黄玉庆加油！接下来吴宇，陈瑞加油，陈瑞，吴宇，好，最后五甲到了。